开始。你可以先底下放一层，然后再放第二层。真的吗？我觉得。然后再 artistic 一下，再有艺术感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法会让更多。对。斜着放，这样，斜着是 diagonal， 对 diagonal， 哪里？翻过来，这样好看，对，对，好，这么漂亮，这么有艺术感，这个也是斜着这样，你觉得呢？像大炮一样，还有。这个放在这儿夹起来，哇啦，好了了。好的，好了，我们开始念了啊。女巫的十三只猫。如果你第一没有我们比赛，你要把这个念完，我要把这个出来。别担心，我不会太快，和我要喝那两瓶水。那你的工作太艰巨了，我做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做这么艰难的事情。对，但是你的是不公平。你的是 time consuming。你的太不，我们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好的，女巫的。我要开始。第一章，中了魔法的森林。拉马尔王子年轻英俊富有，年轻英俊富有，最重要的他是一个杰出的猎手。那一天，他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在追赶一头野猪。他骑马奔驰，穿过一座森林，一片片牧场。傍晚时分，野猪消失在一片高大浓密的树林深处。那片森林从来没有人进去过，据当地人说，那是一个中了魔法的森林。拉姆阿尔，年轻不年轻？漂亮不漂亮？有钱不有钱？而且他还会什么？在马上骑。对，他会打猎，然后他在追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猪。野猪。然后这个野猪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森林。森林是什么样的森林？绿色的。中了魔法的森林。OK， 中了魔法的森林，哪儿会有这种事儿？拉姆阿尔一心想要追上那头野猪，于是毫不迟疑地冲上了林中小路。森林里黑乎乎的，拉姆阿尔转着圈子，没过多久就迷路了。突然，马儿好像遇到了什么惊慌的事儿，猛然直立起来，把拉姆阿尔。突然马儿好像遇到了什么惊慌的事儿，猛然直立起来，把拉姆阿尔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疾驰而去。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拉姆阿尔，你快读完，我快喝完了。你像不像一只小猪猪在吃东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拉姆阿尔只好在森林里过夜了。幸好他如果你放诗给我，你是不是 already 想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么快，我到了呀，我就幸好他隐隐约约地看到林间空地上有一栋小屋，便径直朝那边跑去。在快要接近小屋时，突然他看到从屋子里跑出了十三只黑猫来，它们在清冷的月光下围成一圈蹲了下来。接着一个很老很老的老太婆走了出来，这是个驼背女巫，穿着一身黑衣服，一头银灰色的长发搭在胸前，当当当，远处午夜12点的钟声正在敲响。老太婆说：“
行了，孩子们开始哭吧。13只野猫马上哇哦哇哦叫起来。阿姆拉尔吓坏了，因为他听到的不是猫叫声，而是小孩的啼哭声。小孩子怎么哭啊？哇哦哇哦。小孩子。哇哦哇哦哇哦。小孩子。哇哦。对了。王子捂上耳朵拔腿就跑，因为那哭泣声听起来叫人撕心裂肺般的难受。他一直往前跑，跑了整整一夜。早上他来到了另一个王国，面前是一座不认识有着高大的灰色大墙的城堡。阿姆拉尔向卫兵请求让他在这里过一夜，于是他被带去见国王和王后。国王和王后全身都身穿黑衣，神情悲痛。用餐的时候，国王向阿姆拉尔说明了缘由。唉，亲爱的王子，我们曾经有过12个漂亮的女儿，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家的年龄，小女儿刚刚学会走路。王后抹着眼泪接过国王的话说，但是他们被人劫走了，我们派人寻遍了每栋房子、每个山洞、每座森林，但就是找不到他们。王后接着说，来吧，亲爱的王子，我带您看看他们的画像。她把阿姆拉尔带到画廊里，画廊墙上挂着12幅画像，画像里公主们全都披着长长的卷发，漂亮的浅褐色的眼睛闪烁着点点金光。在这12位公主中，大公主的眼睛最明亮，笑得最迷人。王子啊，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公主。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喜欢他，你肯定有个 opportunity to catch up，我要去，你知道，那我就不能讲了，那我就把这个都吃光了。No, but we just give the head start to 我。No, 是我的，我买的，我们一起吃，一家人。没有，如果我有 leftovers， 你可以吃那。那不可能。你是想嗯，你可以念，我可以听到。我要喝茶。
要选 video。好的，我们接着念，他们溜去那个地方了。OK。我们这个是那个 ancient pencil mix up。对 ，so cool。I love these pens。专门是 Aaron 给我的。对，因为你学习好是吗？因为我有一个 A plus 的。真的吗？啊、哦，我都不相信。你要 proof？ 你要我让你看？对。你干的。好的，我先给你念啊。然后他看到那个公主的眼睛这么亮，然后他就这么，然后拉姆阿尔问道：“请问这位公主叫什么名字啊？”王后以为他想知道女儿们的名字，便开始一一介绍。最小的叫玛格丽特，这是罗拉，这个是罗斯，这个是萝卜，这个是萝卜缨，这个是萝卜条，这个是萝卜。这个是罗斯，这是莉拉，这个是，艾格朗蒂娜，维奥莱特，雅辛特，伊丽丝，阿姆拉尔。Angela。哪儿呢 ？Angela。艾格朗蒂娜。Angela，Angelina，OK， 拉姆阿尔等待着他，等待着那个他最想知道的名字，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你怎么被呼吸变急促？他 breathe rapidly。对对对，什么？对。So excited that you're like breathing rapidly. I'll do that. Not cool. Mommy, 如果你在 scale, you would be up to like here. Mommy, you have to fall with scale. Anna, Mona.阿奈摩娜 ，Anemona， 卡普西娜，加兰斯，马瑶莱娜，这是弗罗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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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满16岁，失去女儿的悲痛让王后哽咽地说不出话来了。阿姆埃尔却目不转睛地看着画像，迟迟地反复着说：“弗洛拉，像花儿一样美丽的弗洛拉，弗洛哈，大哥，第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天晚上，拉姆埃尔怎么都睡不着，是替国王和王后伤心，还是为自己感到幸福？他不知道，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爱上另外一个人。突然，他回想起森林里看到的情景，那些猫咪像在哭泣一样的猫咪，难道他们就是公主们变的吗？是女巫抢走了他们，对他们施了魔法吗？想到这里，他挺起身子，大声喊道：“那么就由我，拉姆阿尔来解救弗洛拉公主和她的11个妹妹吧！”天刚蒙蒙亮，拉姆阿尔就迫不及待地从床上一跃而起。什么是一跃而起 ？Run big！一跃，对了，噌就跳起来。他穿上衣服，穿上靴子，就在穿外套的时候，他脑子里有什么问题吗？你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好的，南北朝文化又出现了一个问题。12位公主，可我好像记得。在女巫家门口是有13只黑猫呢。这时他对自己说：“哎，肯定是我没有看清楚。月光下树木的阴影稀里古怪，当时我又被吓坏了，肯定是数错了。”
拉姆阿尔，王羲之自幼刻苦，自幼马女过来。我认识那一个故事，那一个故事很无聊。对，王羲之自幼什么？自幼练习书法吧。自幼酷爱书法，几十年来锲而不舍的。锲而不舍的练习，有练习的吗？刻苦练习。你起来，你手起来，你给挡着。使他，终于吧，终于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超一绝伦。对，自幼酷爱，你觉得对吗？王羲之自幼终于书法，什么意思？自幼酷爱书法。喂，我不懂这个。呀，自幼酷爱书法。他从床上一跃而起，他穿上衣服，套上靴子，然后他锲而不舍的怎么练习呀？他穿上衣服，穿上靴子，就在穿外套的时候，对了，这时他对自己说：“阿姆拉尔留下，为什么？你为什么有钱？还剩500块钱。喜欢真是的，你爸。怎么上去继续的？我说，你先让哥哥写作业吧。I found my secret bag. 行，待会儿我们再看这个。是他给我的，他的钱。行，马妮，你先写你的。对。但是我给你点名，说不？What the he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好，你看妈妈。怎么样？刻苦练习，最后怎么样了？终于。对了，这么聪明。我是secret pick。很奇怪，因为是女生的我。我有聪明。You got new shunned。王羲之13岁那年。Pick work。为什么有两个刻苦？那可能要再用一点。发现他父亲藏有秘密，偶然发现他父亲藏有秘密，所以呢，对、这个、对，偶然他发现他，偶然发现他父亲藏有一本说笔的书法书，便偷来偷来阅读，对，是吗？我不知道，我看不见你的手掌的，便偷来阅读，对。I need a secret pick which is fine for opening this. 你点也不垫一张纸啊，等一下。用这个笔一定要垫纸，要不然那个珠珠不好用。Maybe the thing's too like juicy. 啊 ？Maybe the thing goes too juicy. 如果要是垫纸。对 ，it goes like brrr, makes that juicy feeling. 那要是不垫纸，那个珠珠不好滑。Fine. 他就必须要。他父亲。无时是什么？无时无刻。无时无刻，不可能是无时无刻。这个是什么？没料到。答应。看 ，no， 这个是重复。你先念念后面的文章是什么？
他父亲什么？你先不念这个。答应。你先看下面是什么？他父亲什么？他年什么？年幼。年幼不能保密家传。嗯，然后呢？待他。待他长大之后再传说。他母亲觉得他，估计是觉得。觉得他年幼不能保持家传，然后答应，应该是答应待他长大之后，对吧？这样才讲得开。No, 不用，就这样。我不想让人看到你的，看那个疯子。This is worse than a seizure. 这简直是疯子。王羲之，敬什么？跪下，跪下请求父亲。要求，啊，他现在阅读，你收起来，然后他父亲很受感动，可能，拿这个笔，那个笔不是特别好用。No, this one's juicy. I like juicy pens. 终于答应了他的什么？终于答应了他的。答应他的要求。要求。Wait up. OK 啊。啊，刘。答应待他长大后再传授。没料到王羲之竟跪下去，没料到，对不对？没料到。He's stuck. Look at his abs. C'est moi qui t'ai appris ça. Oh my god. Vas-y. Mais au moins, fais-le.我的那个 cookie 都吃完了。Ma faiblesse. 是这样，你们做这个吗？我。把那个，把那个给拿走。我跟马女在做作业。Jusqu'à que tu fasses attaquer. Ouais. J'attends. Léo, tu t'en dis ta. Ah ouais. Venons, voilà. Non, Léo, arrête. Arrête. Fais de la guitare, s'il te plaît. C'est ça, faiblesse. Manu, ça suffit maintenant. 我跟马女五分钟就做完，然后。快点写。Treat a child. 妈妈，你知道这个椅子很酷吗？不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It doesn't move as easily. 你看。It moves really badly. But once you put your weight on it, it moves perfectly. 好的。OK. 咱们最好要大点声，不然。请求父亲什么？刻苦，这个是程度。请求父亲允许吧。有允许。
允许。哦，对，伟大的允许。嗯。哦。你把那个纸垫在下面，嗯，换成一张大纸。梦溪之练习书法很刻苦，很刻苦。Yes, you're like a sir. 所以这个它就出现两次刻苦。I'm sir. 这是谁？j'ai la guitare, mais il y avait. En lui torturant. 走路都不放过。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嗯，真是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没有纸笔，他就在身上画写，久而久之，真是到了这个对，无时无刻。衣服都被这个对好好开始就这个有时练习书法达到心境的程度达到忘情的程度，对。一次他练字，竟忘了吃饭。家人把饭关到书房，他进不入家私，锁得用墨蘸，用手，默默蘸着吃起来，用手默默蘸着吃起来，还什么？还觉得？对，他觉得很有味。贪心长，常常临池书写，旧池洗砚，时间长。担心时间，时间长了。不是担心，待会儿再用。没有的。池水静默，人称墨池，现在绍兴。正四。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明星名胜。哦，名胜 what？ 哪里有担心？哦，有可能是家人问了担心。no， 家人担心，然后吧，没关系。She missed it. That's her problem. 完了。Yes. 还有作业吗？啊？啊，我就需要做一个漫画，但是我明天可以做，就是十五分钟的。哦，是画这个呀？就是画那个木兰漫画。哦，在电脑上。杨六六，什么？要妈妈继续给你念吗？你好。你坐下来，安安静静。
从床上一跃而起，然后拉姆阿尔从床上一跃跳。Act out everything you can say, okay? 拉姆阿尔留下一封信，感谢国王和王后的款待，可是他并不想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们。让他们空喜欢一场，他马上去了马圈，给马装上鞍。Gunman style， 给马装上鞍，在灰蒙蒙的晨曦离开了城堡。Gunman style， 他一路飞奔，还要快。飞奔还要快，还要快！他一路飞奔，在风中大喊着：“弗洛拉，亲爱的弗洛拉，等着我，我来救你啦！”你要表演他说话呀！弗洛拉，我来救你啊！弗洛拉尔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呀呀！他想。只要美丽的弗洛拉继续被女巫控制着，那么富有英俊王位对她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看来拉姆阿尔真的爱上了这位公主。王子骑马奔驰，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来到了那片森林里面。他想催马向前，可是马儿嘶叫着，直立而起，嘶叫，你们表演。马嘶立着，直立而起。马，不愿意进入中了魔法的森林，拉姆阿尔不得不跳下马背，徒步向前走，跳下马背，然后徒步向前走，徒步向前走，森林，OK， 森林里黑咕隆咚，可是拉姆阿尔还是勇敢地向前走。他一定要找到女巫的小屋子不可。第三章，胖大个儿，胖大个儿。突然，拉姆阿尔听到荆棘丛里有些动静，很快，他被12个驼背、大胡子、尖耳的小矮人围在了中间。他们可真丑，拉姆阿尔有些害怕了。小矮人围着他一起跳起了舞蹈，跳起了舞蹈。小矮人跳起了舞蹈，跳舞。还用嘶哑的嗓子叫道：“这里有一个，我们抓住他，胖大个儿一定会高兴。”然后他们中的一个抓住了王子的手，拉着他往前走。其他的小矮人脸上露着狰狞的微笑，紧跟在后。拉姆阿尔想反抗，可手脚怎么都不听使唤，他不得不跟着他们往前走，像中了魔法一样。拉姆阿尔被带到一个很深的山洞里面，洞里睡着一条肥大的母龙。王子正准备拔剑，这时候母龙用微弱的声音叫道：“不用怕，大家都叫我胖大个儿，欢迎你到这里来。这些小矮人是我的丑小子们 ，City Gogan， 因为森林里的女巫抢走了我们的力量和权力，只有一位勇敢的王子才能帮助我们夺回来。”王子大叫道：“女巫，我正要找她呢。那么，你可以先去把女巫身边的那些黑猫逮住，然后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女巫的黑猫？可是，
胖大个往前伸长了脖子，凑到王子面前，低声说道：年轻人，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些黑猫其实是我的小龙，他们刚刚出窍，女巫就把他们偷走了，还对他们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猫的模样。听到这里，拉姆阿尔一下子心灰意冷，叹道：啊，原来他们是小龙，我还以为胖大个挡住了他的话。你听我说，如果你能成功，我会给你一颗什么都能看见的钻石。只要你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你把钻石放在右眼前，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了。拉摩阿尔想到，什么都能看见的钻石，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这样我就能找到失踪的王公主们了。他对胖大个说：好的，成交，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把那些黑猫给你找回来。谁说的是真话？丑小子们 ，Let go gun， 给王子拿来一张网和一把魔剑。胖大个解释说：你用这张网把那13只黑猫通通逮住，然后再用这把剑把女巫杀死，这样魔法就解除了，我就能恢复力量和权力。我只要在每只黑猫身上舔一下，它们就能重新变成我的小龙了。哦，事成后。你会给我那颗无所不见的钻石？当然，王子。现在让我的丑小子们给你们带路吧。拉姆阿尔扛上那张大网，跟着丑小子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住着女巫的那片林中空地。就在这时，远方响起了午夜12点的钟声，丑小子们立刻消失在了矮树丛里。钟声刚停，黑猫们便从屋里出来了，在月光下围成一圈，然后女巫也出来，她说道：行了，孩子们开始哭吧。于是夜空中又响起了凄厉的小孩的哭声。小孩怎么哭？拉姆阿尔心被哭得软了，他想：可怜的小龙啊，别哭了，我来救你们了。他一跃而起，朝猫咪们撒出大网，然后又高举魔剑向女巫走去。女巫大声喊道：不，王子，别杀我，大胖大个骗了你，你要是把我杀了，那些黑猫就永远恢复不了人形了。恢复人形？拉姆阿尔被弄糊涂了，他抓住女巫的头发，犹豫着不敢砍下去。是的，女巫说：你要是把他们带到胖大个那儿，胖大个就会把他们吃掉。他是不是告诉你是我对他们施了魔法？那全是骗人的。他失去了力量和权力，是因为他老了，都1000多岁了，他无恶不作，现在只有一口气吃掉国王的12个女儿才能恢复青春。国王的12个女儿？拉摩阿尔愣住了，手里的魔剑掉了下来。他朝被网住的猫咪们转过身去，又说了一声：国王的12个女儿。猫咪们轻声地回答。变形猪女巫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给拉摩阿尔讲。有一天晚上，丑小子们到城堡里去找12个公主，把他们带进了森林。因为无论是谁，一旦被丑小子抓住了，就不得不跟着他们走，任何人都反抗不了。这我相信，王子说。女巫接着说：幸好当时我发现了他们的恶行，便马上对公主们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黑猫，从丑小子们手中解救了下来。从此每天晚上午夜12点，黑猫们会恢复人的声音，开始哭泣。而每天晚上，我都希望会有一位王子能听到他们的哭声，因为只有一位年轻勇敢的王子才能够
解救他们。拉摩阿尔感到十分惊讶，你难道就不能让他们恢复人形吗？我能，可是必须等胖大个儿死后才行，否则他会又派臭小子们来抓他们。阿姆拉尔立即跳起来说，要这么说，我什么？我马上去抓了，杀了他。女巫却拦住了他，慢，要杀死胖大个儿还得用他自己的魔剑刺中他两只眼睛之间的那个地方。可是如果胖大个儿看着你提着剑向他走去，他就会喷出毒气把你杀死，这点能耐他还是有的。啊，王子叹了口气。这时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说，这是颗变形珠，你把它紧紧攥在手里就能变成任何你想变的东西，不过使用前你一定要仔细想清楚，这颗珠子只能用一次。现在你去吧，跟着我的蝙蝠艾菲尔 Alpha 艾菲尔走，他会带你 走一条隐秘的小路，不会碰上那些臭小子们。王子谢过女巫准备出发，突然他又担心起来，如果是女巫在撒谎怎么办？这时候一只黑猫走上前来，轻轻地叫了一声，拉摩尔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的，他可以肯定那不是猫咪的眼睛，是弗洛拉公主浅褐色的眼睛。拉摩阿尔充满了力量，重新鼓起勇气，不过在路上他又犹豫了，自言自语道，那么那些丑小子们呢？我杀死胖大个儿后他们会不会来报仇呢？女巫答道，不用担心，胖大个儿死后丑小子们就会露出原形，变成十二块满是疙瘩的木头桩子，他们是在被胖大个儿魔法他们在被胖大个儿施魔法之前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在去胖大个儿洞穴的路上，王子认真思考起来，马上就得变形了，要是胖大个儿看到我进去没有给他带来那些黑猫会杀了我的，可我变成什么呢？巨石、飞鸟还是猛兽？拉摩阿尔又想，不行，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用剑了。对了，有办法了，我可以变成隐形王子。拉摩阿尔把变形珠紧紧握在手里，渐渐的他变得透明了，于是他提着剑走进洞穴。胖大个儿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会有一把剑从空中迅速的向他飞来，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魔剑已经插进他两眼之间的那个地方了。第六章最后那只猫，顿时胖大个儿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像一座山一样的倒了下去。与此同时，王子听到远处一阵凄厉的猫叫声，声音来自林中空地，是那些黑猫，他们怎么了？拉摩尔喊道，艾菲尔，快带我回到女巫那里。说着他跟在蝙蝠后面跑了起来。珠子的魔力渐渐失去，拉摩阿尔现出了真身，他担心极了，如果是女巫骗了他怎么办？如果他错杀了胖大个儿怎么办？如果他在林中空地发现的十二条小龙怎么办？太可怕了。然而当他回到女巫家的门口时，等待他的真的是十二位小公主，年纪最小的刚刚会走路，而最大的那位公主是有着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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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丽的浅褐色眼睛。拉摩阿尔赶紧跪在她的脚下，气喘吁吁地请求道，美丽的弗洛拉公主，你愿意嫁给我吗？真的 ，She doesn't even know that person。真的，不奇怪。公主优雅的回礼道：“答，王子，这我要问我的父王。”拉姆阿尔挺起身子，大声说道：“不，公主，我这是在问你呢。
如果是这样，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弗劳拉说。然而从他微笑的眼神里，拉姆阿尔分明看到了他的允诺。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喵的声音，王子十分惊讶地看到还有一只黑猫在他脚边挨挨蹭蹭。他朝黑猫弯下腰，摸住它，抚摸着它，充满歉意地说，哦，公主，对不起，好像魔法没有对你生效力。什么呀，女巫咕噜了一声。行了，王子，快把这12个姑娘给他们的爸爸妈妈带回去吧，把我的小伙伴给我留下好吗？这么说，第一天晚上，拉姆阿尔并没有数错，确实有13只猫，13只黑猫，而第13只猫只是真正的黑猫，那是女巫的小猫咪呀。她当然要陪着女巫继续做她的小伙伴啦。Boom！ 沙克拉克，沙克拉克，沙克拉克，沙克拉克 ，Boom！ 完了。我要 show daddy 我的 horse。